今天天气很不错。小张和小丽在外面郊游，他们认识三年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小张穿着蓝色的衣服和短裤，手里还拿着两个气球，一个蓝色的，一个黄色的。这个女孩是小丽，她穿着粉色的衣服和一条裙子，看上去很开心。小丽长得很漂亮，她的头发也很美。小张看上去也很开心，小张长得很帅气。他们现在在草地上，草地上有一些黄色花朵和一些绿色的植物，还有三只蝴蝶在飞翔，旁边还有两棵树，后面是一辆车，这辆车是小张的。小张有驾驶证，他会开车。他们开着车出去玩，这个车看上去很大很酷，车上还有好多个气球。小张是个浪漫的人，小丽很喜欢小张，小张也很喜欢小丽。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 Part 2 Listening 今天天气很不错。小张和小丽在外面郊游，他们认识三年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小张穿着蓝色的衣服和短裤，手里还拿着两个气球，一个蓝色的，一个黄色的。这个女孩是小丽，她穿着粉色的衣服和一条裙子，看上去很开心。小丽长得很漂亮，她的头发也很美。小张看上去也很开心，小张长得很帅气。他们现在在草地上，草地上有一些黄色花朵和一些绿色的植物，还有三只蝴蝶在飞翔，旁边还有两棵树，后面是一辆车，这辆车是小张的。小张有驾驶证，他会开车。他们开着车出去玩，这个车看上去很大很酷，车上还有好多个气球。小张是个浪漫的人，小丽很喜欢小张，小张也很喜欢小丽。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